阳光穿过黑夜，黎明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滞不前，穿越时空竭尽全力，我会来到你身边，微笑面对危险，梦想成真不会遥远，鼓起勇气坚定向前，奇迹一定会出现，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滞不前，穿越时空竭尽全力，奇迹一定会出现。灾害大中心，这里是 TPC 总部。灾害大中心，灾害大中心，受害状况如何？保管室的情况怎么样？正在确认中，要快，保障保管室的安全最重要。反应速度每小时1500公里，指挥，这家伙的速度好像越来越快了。目标在前方3万米，15秒内进入视线范围。绕过去，绕到目标的后面去。不可以从后面发动攻击，从正面攻击，改变飞鸟飞行路线。什么？为什么这么走？我再重复一遍，从正面攻击，改变怪鸟飞行路线。正面攻击太危险了。飞也好，回答，飞也好。这是紧急命令。目标，正前方1200公尺。这是什么鸟啊？一号机，快避开！指挥，两架一起上太危险。大谷，给他一炮，瞄准眼睛。明白。啊！操纵杆失控了！啊！左机翼受损，指挥。2号机左机翼受损，怪兽朝浅涧山方向逃去。请回答。二号机。二号机，快回答！二号机。队长，指挥跟大谷都受了很重的伤。救护班。我知道了。10分钟。救护班10分钟之内赶到，要挺住啊！现在只能靠你一个人了。明白。总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真的很抱歉，因为我要尽量避免那个怪兽接近兹尔达中心。那是什么地方？兹尔达中心，这是旧防卫军的军事机密。可以解释一下吗？20年前有一位科学家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制造出一种很可怕的物质，他就是曾任北海道能源开发研究所所长的根津正亲。当时根津把一份兹尔达气体的样本带回他北海道家中的研究室进行研究，结果气体漏了出来，一瓶像眼药水那么大的气体融入空气之中，导致根津家的住宅以及附近的山林全都付之一炬。后来兹尔达气体全被没收，
在防卫军解散时被封印在这个泽尔塔中心里。但是万一受到怪兽的攻击，导致泽尔的气体爆炸的话，那么我们的国家十分之一的领土都会被烧毁，那里所有的生灵将遭到毁灭。下达指令吧。我明白了，根金博士他现在呢？事故发生以后，他成了被诅咒的科学家，遭到学术界的完全排斥。那场意外使他失去了当时正好在家的女儿。那安全性的问题呢？请解释一下。泽尔塔气体可能是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化合物，可是相对的，它也蕴藏着很多的可能性。如果继续研究下去的话，泽尔塔气体说不定会成为下个世纪的新能源。请听我说。我搭傍晚的飞机回去。不，从明天起，所有的发表都取消了。这样啊。那你快点回来吧，喜奶在等你呢。说的也是啊。爸爸，千万不要灰心，这不表示一切都完了。从现在起，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对不对？阿美，你怎么了，希乐？怎么了？希乐，喂，快逃！阿美，阿美，阿美！醒了，妈，对不起，又给您添麻烦了。别放在心上。谷口，我到底还能活多久啊？再发作的话，可能就没救了。这么说，我还可以再活一段日子。你不要闹了，我不知道你在研究什么，可是靠这些设备能够做什么呀？根茎啊，我真的搞不懂，你为什么那么坚持？希乐，根茎。指挥，你一定要挺住啊，指挥。指挥，和希乐的眼睛是一样的，你看，很漂亮，对不对？阿美，真漂亮，这是你一个人做的吗？嗯，你不知道我手绘这么巧吧？你看，都是蓝色的。希拉和阿美就像是姐妹一样。嗯，希拉她是我最最要好的朋友，对不对，希拉？希拉，可恶！要是没有那个泽尔塔气体，指挥今天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当时驾驶飞机的是我。傻瓜，那不是你的错。别担心，指挥一定会没事的。野瑞，什么事？大门口有一个叫根金的人。根金居然还敢找上门来。星城，我过去看看。这是规定，真的很抱歉。拜托，这事很重要，我要跟里面的人谈一谈。你怎么填不进去？没有身份证不能进去。就是你吗？你就是根金？那只怪鸟是来破坏泽尔塔气体的。你说什么？那只怪鸟其实就是希拉。希拉？
这只鸟应该在20年前跟我女儿一起在那场火灾中死掉。希拉，她亲眼看着马美被火灾吞没，所以非常痛恨兹尔达气体。拜托你们，一定要阻止希拉，拜托了。你要去哪里？我还有工作，我必须去完成那些没有完成的研究。研究？被兹尔达气体害死的，可是你的女儿啊！你这个样子还算是个父亲？星城，博士，难道说你是为了销毁兹尔达气体，所以到现在还在研究吗？啊？哦。真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一点。没关系，我所做的事情的确罪孽深重。为了弥补一些罪过，只要还活着，就一定要尽我所能做点什么。我得赶快研究啊！我们一定会阻止希拉的。研究了20年。话说回来，希拉为什么现在才在兹尔达中心出现呢？不要紧的，希拉，这样子就不会再掉下来了。嗯，怎么了？一定会孵出来的，是你告诉我的，是你救了他们。啊，是爸爸。希拉，走。有危险？什么危险啊？你怎么了，希拉？希拉，快逃！希拉！啊！先生，那只怪鸟已经离开前剑山了。听着，大家一定要加油啊！明白了，指挥。不行啊，你伤成这样。现场的指挥官用的不是身体，而是头脑，对不对啊？绝对不准失败，一步也不能退，大家要尽全力守住兹尔达中心。明白，出发。好极了，从正前方一起展开攻击。明白，明白。决心，
闭上眼睛。明白。指挥，电金博士往保管室去了。什么？难道跟金博士想把兹尔达气体搬到安全地方？走吗？你是为了销毁兹尔达气体吗？你真的要把它拿走吗？从一开始就打算把兹尔达气体吞下去。谢谢你啊，希拉。博士，其实你是想救博士，对不对？我究竟在做些什么呀？
做好准备。银城，这是伊拉最后的愿望，我们把他带走。明白了。希拉，发生了连续失窃事件，魔兽修拉诺斯凶狠地向迪迦发动进攻。欢迎收看迪迦奥特曼的下集《黑暗都市》。